你说你不信，我拜托算了。哎，两条啊！哎，好啊啦，好比相信，好啊啦。总裁，你来啊？那没什么代志哦，我看我先来查。好，总裁，你赶紧登去公司麦当劳公司。我送你。我是不是有早回来啊？无啊。你回来啊，拄拄啊好啦。啊，若无，佫惊伊一直对我高高伫，唔肯走。袂输无空个查某人诶，一直甲我黏条条。迄是因为伊即马对伊足痴迷。啊，毋过伊嘛会当想孙伊哦，互伊试一下滋味就好。安尼伊转去才会怀念，想要后抓佫接近你。我知影，所以我一直要甲伊赶走，伊佫唔走。袂歹哦，看起来你愈来愈知影要安怎按来讲中人哦。迄嘛无得偌困难啊，非得伊即马走袂出来手中心嘛。你莫甲查某人心想甲遐尼简单啦、伊即马伫遐卖你，所以唔管你讲啥，伊拢会听。要唔过等伊清醒了后，你就啥物拢唔是啊。所以哦，你就爱趁伊清醒进前，想办法。该建立更加深的关系，把你的位置调调，才袂去白白占便宜啦。想要徛好调我的位置，就要先把占迄个位置的人赶好走。彭秀来这个人，戆戆瘾头瘾头，啊，不过伊的伯利，说好江崇仁袂当甲伊离婚，所以嘛无得惊啊。我今嘛拢唔知我要安怎做才好。我听到的时阵，我嘛感觉就意外。即摆拢什么时代啊？竟然有人结婚是因为被厉害啊！江崇仁是真正真要紧，什么被厉啦？我想甲伊确认过啊。搁再讲，伊嘛真听伊妈的话啊。童秀兰的位置，我看伊坐了真稳。不要紧，无妨碍这是小三。迄、那个白秀兰是初一对叫我来过来，只要你会当替江中林生一个囡仔，就算无法度做一个名正言顺的江太太，你的地位也会马上赢过白秀兰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我有试探过伊啊，啊，不过伊煞讲。什么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无讲好，嘛无讲唔好。我看伊可能伫我面头前还佫有保留。只要你会当替江崇仁生囡仔，有迄个囡仔会当分财产。江崇仁的财产，这囡仔会当替，会甲江超强变色。寰宇集团比望海金融还佫较大。甚至阁是五山集团的大股东，我只要分到一部分的寰宇集团，就会当予咱万家翻身啊！到时阵，谁阁稀罕什么世界集团？贵秘书啊，啊，江丁啊！诶，进度去看一下。总裁以后会较无闲，若是需要总裁决定的公文，提给我，我来决定。哦，那其他。总裁，看风今日欢迎，拄则我甲神明发生的意外，真正甲伊有关系。
你是什么表情啊？我也是看得鬼的。这公司有我有无啊？吼，拢无差啦。看起来你今日才代替我，把公司的代志拢处理啊真好势啊！吼，哎，有一句话在讲哦，厝内若无猫，猫吃翘脚。你哪用这种比喻啦？猫，猫气，我跟你无分别呢。我就是你的分身，执行你的意志，是我贵的目标。就产生即卖啦，伊刚看到我的魔灰，你无伫的，我就赶紧赶工厂的进度呢。什么进度？出台湾的进度。总裁，你学空生气了？我是在怀疑啦，你对我是不是真正失踪的？你哪会当感受到我的意志？啊，是安怎你就未感受到我拄只？其实是为鬼门关前走一撮回来呢？鬼门关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不是去汽车啊？刚讲那行车出代志啊？你讲的是啥？哎，换一台新车，咱去扛啊！莫名其妙，哼，喷出一阵烟，把我甲性命啊，昏昏死死过去。醒来的时阵哦。而且，那个红路噶山坑边啊，我的安全带哦，向卡死死的，想要跳车都无法度，袂输人专工哦，要等我的生路同款。今天和你拄到这款危险，我今麦打电话给车长，问我清楚，那袂借用车给你。啊，是卖掉去啦。这台车因为爆炸哦，早就变成一堆废气啊！就算讲你想要问出这台车有啥问题，起码去看，应该是真困难啦。那呢，你是安怎脱离危险的啊？是啥物救我的？伊无顾家己的安危，搞为鬼门关前，叫倒倒。慢性病救你的，这哪有可能？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杂巴人，若拄着危险，家己人敢都袂负安尼。你去看啦，你对伊的偏见也是带到这么重。是啦，你那些安全带就敢若我样卡死死，伊无，你哦本来就会当哦甲放的，做伊哦去跳车。啊，不过伊无，就是因为伊啊，我今才有法度，会当规整好好。今日来我的办公室，啊，看到你哦，坐在我的大位顶面，嘴笑目笑，接受着公司的一切，想要把公司给我捧走的迄种春秋大梦。刚才你是在公司啊？代替你一切，敢讲你是咧怀疑？迄句我是，我咧设计。唔惊，好事连连，敢惊？人生两心，嫌疑上大的人，敢唔是你？只要我伫这世间消失，你就顺你心中，会当接受我的一切，敢是？
地神将。总裁，我只是你的敌主呢，你为的继承人是阿强啊。假使你真正有什么意外，接受你事业的人是阿强，不是我。我嘛无想到讲，我今日拄到这个灾难，抓龙吞虎啊，闹生意搁留咧活的，一个人的心肝也大过武器，什么无可能的代志，拢有可能会发生。这是我爸有留给我喂的鲁班鼠呢。海蛇啊，我不是挑故意的，这敢有法度修理？我嘛唔知影这要安怎用，无我搁找人修理看卖好啊。我试看卖。要把这种鲁班鼠拆开，搁倒起，先爱找到上重要的支柱。然后有耐心，一个接零件慢慢倒倒去。因为这鲁班锁是用卡榫的方式倒做回。跟原本一模一样。张博士今天就躲下列，这对我来讲，真正意义就大。客户啊，想要跟张博士啊，唔呐，甲已经王星的里遐生甲同款同款，啊连手嘛同款，汉尼啊卡呢，这尼啊好杂的佚佗物啊。对伊来讲哦，都亲像桌顶泥咁同款啊，一下就倒好啊。陈博士，你也是同款，这样介意做这手工艺哦？啊无，那遐尔熟手嘞？这一天我是钢影团的身体基地，所以我手一摕着，就知影安怎倒。老夫人啊，阮小弟厝名爱外科医师，伊个手足卡的，对来讲，这小块代志。是啦，毕竟是我用歹去的，把这鲁班锁恢复原本的模样，还是应该的啦。刚才你也好嘞，那我们找的人哦，真正都无多啊。安娜，是不是足好食的？这嘛是我跟阮爸上爱食的点心。这，孩子，张博士啊，阿爹那家那口啦，啊，到底是好食还是不好食？当然是好食啊，只是讲我唔知啊，想怎会落我西，来先。